我不聪明，你们还会爱我吗？爱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TMAX 的谢天一，谢谢大家来看陈琳的生日公演，谢谢。耶！谢天一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谢谢。想想吧，谢谢。然后对陈琳的生日祝福，就是我都对他无语了，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，然后就祝他越来越好，然后更多人喜欢他，然后笑口常开，好彩自然来，然后希望他可以越来越好，然后希望他喜欢的人也越来越好，就比如说我，然后希望他喜欢看的电视剧可以快点更新，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